我们大家请合掌哈，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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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如何往生无障碍啊？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啊，各位居士，大家早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放掌啊，请放掌。很感谢呢刚刚我们主持这个负责帮我介绍的师父哈，这介绍了很多啊，很用心，谢谢你啊。那也感谢诸位这个师父啊，这个邀请我来呢跟大家呢结法缘啊，同时也感谢诸位居士啊，让你们一起来这个参加这场演讲。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题目呢是如何往生无障碍。当然这种题目是最多人讲也最少人用的题目啊，因为大概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因为它太通俗了，在佛门里头呢，特别是净土中弘扬的话区啦大家都有很多这样的说法那今天我们再来谈这个题目当然也可以算是说复习很多内容呢，我想也可能是你都听过的。不过呢我们求往生极乐其实是准备再多都不为过为什么？因为小心为上，一生只有一次，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呢，就是能不能决定往生，这个时候不能够疑惑，也不能够想当然而或者大概可以不能这样你比如说我们去买一栋房子，或者是我们去做一个生意，或者好吧严重一点，我们说我们嫁个老公，娶个老婆，或者是我们选个什么科系或选个什么工作，其实我们都很仔细要打听的哪怕买房子我们也要问一问周边的行情啦，生活了解周边的生活机能啦等等。可见我们这种房子不会跟你到往生，儿女长大了他各自独立，夫妻是犹如同龄鸟啊，同命鸟啊，祸到临头各自飞啊，意思也就是说姻缘一到了，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我们不相爱，是没办法再相爱，是这样，也不是我不羁绊你，你不羁绊我，我忘记你，你忘记我，不是，是姻缘来了，我就得走我自己的路。像这样子的情况，你都要那么小心呢，他也不可能长久陪伴你，但你都还是那么小心，对吧？但是呢，往生是什么呢？是一次定生死，是一次在就决定了所有一生当中的功过得失啊，在那里可以翻转，在那里可以得到总结，但也可以在那里得到最大的冤枉，最大的失落。我们讲，我们说我们去考一场考重要的国家考试你曾经有过的经验或者是你正要准备这样做，那你一定不想怎么样，不想说我今天我的准备到了考试的时候那一天呢，哎，塞车，要不就是我身体感冒，要不就是我突然间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周边我熟悉的什么人什么人出了什么问题，影响我的情绪影响我的情绪，然后就因此本来我准备得很好的，我没考好，在人间会这样，
人间会发生这个事。啊，人间会发生这个事，看起来是世俗的事，但它也等同会发生在你临终的时候的事。有人临终，你如果多打听，或者说你经验久，或者你有这个因缘，你参加什么助念团啦、啊、念佛会啦，或者是啊这个愿意求生极乐的环境啊的那种团体，那你就会听到说，哎，有人哦，哪位老菩萨啊，哪个什么人呢、啊？哦，他年纪大了，临终的时候啊，病怎么样？然后呢，最后呢，你去帮忙助念的时候，你也感觉念不起来，或者是念着念着，大概念的没劲，没有那喜悦感，或者不感觉有什么感应。要不就是说，哦，只知道他病了，要拖了好久，到了再去你去看他的时候呢，就是。疾病折磨人，我想这个连佛都没办法避免啊，这个没话讲。但发现呢，喂，他那个往生的念头啊跑掉了啊，一生大家在那里进进出出啊，听佛法呀、啊，啊什么？哎，现在病嘛会磨人，固然是，但怎么会磨成？后来跟那个。这个病人你跟他见了面谈的都已经不是往生的事，要不怨恼，要不恐惧，要不就是觉得疑惑、哦、为什么我得这个病啊，要不就是说啊我还有好多事情我不想死啊，要不就什么的，但是就没谈说我现在万缘放下愿生极乐。像这样子呢，你要遇过你就知道说哎呦，所以都不能看表面，那人生就是这么一次，临命终时要能正念往生，但你没准备好，或者你看到有人没准备好，这种经验你要有，或者好好啦算了，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因缘，你也没去参加过这种，那你的资历或者你的因缘没发现过这样，但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会看到这样，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这个不是轮到我死我在怕，不是这个，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那个火不是说火那个哎呦我他死了那我也要死啊，我好怕，所以我心热如火啊，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那个轮到我不是指轮到我死，哪位哪有是这样解释，不是这样解释的，你要知道这个这句话是善导大师的话，善导大师怕死啊，看看轮到我，我心热如火是因为我怕死，不能单纯解释为我怕死，是指我将怎么死，我将怎么安顿我的死，歹活不如好死，你要知道你怎么痛苦的活，这就好像说、啊、有同学，我记得我以前我刚刚载我来的那位居士、啊、他说他读那个大安高工，对，刚刚那个头发光光的那位啊，在哪里啊？对，你说你读大安高工嘛，我就读师大附中，所以我就你一讲大安高工，我就说啊，在师大附中对面。那师大附中呢，当年联考，那现在还是联，现在哎，现在也是还是考试了哈，也还没有真正那个。那当年联考的话他是第二志愿，可是呢师大附中的小孩子并不自认为他是第二志愿，为什么？因为他是蒋宋美龄建的华侨高中，也是让华侨那外官傲娇官的小孩回来读的时候他是读那个，所以那你的老师相对很水准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这样讲好了，师大附中的小孩子是要 study 是读书， play 是玩，是 P 放在前面，先要会玩你才要会读书，这个人你才在师大附中，至少我们那个时代，现在我看不一定了啊，现在是时代那么久了，那我4410班的，你看多久了，现在2000多班了，我听说就会玩会读书才受人尊重，会读书
不会玩这 Q 杠，这个人那不好意啊，那个点，好啊，不会玩又不会读书，那这个人是死人了，西狼这不好，这个比刚刚那个还惨，是这样啊、哦。那但是呢，会玩不会读书，嗯，好过会读书不会玩的，在那个时候想法是这样，当然是又 P 又 S 那最好，就是你又会玩又会读书。所以搞成了我们的同学很多哦，很多就是他去外面补习，那时候已经有补习了啊。我们那种整卡音啊，我们那种我从北投乡下出来的，读那个新民国中，新民国中当年才刚成立，我读的时候是第三届的样子，所以说才还没有人真正毕业。我去读的时候才一个高三国三生是我们的第一届，国二第二届，国一就好像我没记错，好像是这样，还是我是第一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很早，没人去读嘛，啊，没人去读。我们去读的时候呢，我们也只知道要考高中，可是去读了，我们就玩玩玩玩玩玩。我怎么个玩法呢？我就一年级进去，我读书，在小学四年级以前都在玩，更没在读书。那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说，嗯，读一点书吧。就这样想而已，大概我早上就会自动起来，六点起来，一般都六点起来准备上课嘛，我不是四点我就起来，起来我就自己看书，不用人家教。那这样子，哎，读，大概就读在前三名，稍微想读我就这样子，但我不觉得那个好。那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啊，就考，一定要考入学班嘛，当年有所谓的分班等级。一等班、二等班，我们分到五等班。现在想起来很奇怪，人居然可以把一个学生用同一种标准分成五等级，这是很怪异的。但当年就这样，那我们也是从受这个好处的。要真讲的话，好像也是这样。可是呢，我去读一等班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快乐。为什么？因为不像应该生活的样子，我就自然知道不像这样。所以怎么办？我就去玩了，怎么尽量的玩。那完了，结果就怎么办呢？玩，反正我很有意见就对了。老师就选我就当班长还是副班长，忘记了，或当什么康乐股长，带着玩。结果一年级、二年级都读得很混，常常翘课。你比如说暑假的时候呢，暑假的时候一定每个人交两块钱，两块钱就好。那一堂课交两块。72堂课，所以要交144块，这个钱我都还记得，144块，每个同学交144块，合起来就不少了啊。然后要暑假居然还补习，我说这什么道理啊？暑假应该给学生的，怎么还要补习呢？但是呢，没办法，拿了鸡毛可以当令箭了，我就回到家里跟妈妈要罢洗，丢来，拿来，干什么？要补习。一般台湾家长听到老师要帮学生补习，二话不说都很高兴。为什么？学校补习相对便宜啊，而且那么长的两个月不读书太可惜了，哎，去学校补习最好。我就拿了，跟妈妈拿了144，但我拿了144，我就去缴到学校，当然没有，哪那么笨啊，不会缴到学校去的啦。那我缴到哪里呢？我缴到台北体专，我去当时没有网路了，我在报纸上瞄到台北体专在教人家什么，教人家游泳，做初级救生员。而我的想法是，你要做救生员，这是跟我后来出家的因缘一样啊，就比较想到要做一点公众事务啊，我就做救生员，所以我就去报名了。报名之后呢，每天上课，我还是照样上课啊。上课的时候，书包又装了泳衣、泳帽、泳裤，还加了一个什么两颗面，一个便当，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妈讲啊，妈咪，我要上，我就叫我妈妈妈咪，妈咪啊，我要去上班了，啊，上课了，这样我就出门，这样走出去，走出去，我往后一看，他门关起来。上学应该向右边，如果去体专要向左边，向左边去坐公车。我一看，哎，他门关，砰。我就马上往左边去，就144元呢，大概让我缴学费120，那24块，剩下24块钱呢，刚好搭公车还可以，因为公车一趟5毛，
回来一块，二十四天已经够了，因为他才二十一天的课而已，所以完全够，所以刚好再加上剩下几块钱，刚好让我买冰棒，这样子，都喉咙怕戏，现在几喉咙怕戏，都打死了。然后呢，完了之后，我真的拿到了初级救生员。初级救生员是什么状况？就是不能在海边救，你只能在安稳的池子里头救人，水准只有这样而已。这样，那一定要会自由式的、蛙式、仰式，稍微会一点，蝶式不用。所以我大概就会是三种式，但是呢，这个仰式忘记了，蛙式跟自由式还会。好了，不谈那个了。就这样子之后呢，已经去补完了嘛，我也拿到 license 了。那人家学校还在上课啊，怎么办？我就去了。啊，去的时候我整个人晒黑黑的这样，然后老师就说：“你班长啊，你怎么都不见了？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没有啊，我家里种田啊，你们看我晒得很黑，我在瞎说一阵，你知道？叔叔练过，不能学叔叔这样的，不能够学我这样讲谎话。不过英国人有研究，他说小孩子小时候会讲谎话，长大成就都比较高一点。啊。”啊，不晓得真不真呐、啊？叔啊，你公斤拢嫁派囡仔大水啊，啊，都教坏小孩大人了哈、哦，是这样。不过真的，我当时是这样啊。我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跟往生有关吗？有，我从这件事情我就意识出来。为什么我就这样混嘛？我现在告诉你说我很混，而且我就很爱混这样。那混，我就在一年级、二年级就这样混了、啊。你看你补习我都这样混了，你看我无所谓啊。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有我在就安全，有我这个班长在就安全，反正他会垫底，在他们想法是这样，我大概是垫底的，这样没有说很底，大概是中间呐、啊。可是你知道那种学校中间考不上前三志愿，那个时代是这样想的，现在没有什么啦，前三志愿没有什么意义啦，但那个时代是这样想。那所以呢，我照样翘课。常常翘课翘到一半呢，被抓到，我得溜，我得跑。这个事情我一直做到师大附中都这样做。我在师大附中的英勇行为啊，大概目前讲起来很难跟我一样。像以前那个有拍一部片叫做《那一年我们共同追的女孩》，有没有？我看他演的那个内容啊，哎呀，太小 case 了，那种大高中生的玩法怎么能跟我比？要我的故事可以演三出了，按照我那种浓度的话是这样。那在读国中的时候还没这个程度，可是呢，玩归玩呢、啊，还是要联考，还是要模拟考啊。模拟考了第一次考试，哦，五十名开外；第二次还是五十名开外。后来我发现，反正五十名开外也无所谓了，也没人来干扰我什么，那就继续五十名开外吧。考了五次，通通五十名开外。根据过去的统计呢，五十名开外，你前三志愿读不上去。有一天，有个老师，我的导师，班导师，一副那种很不屑的态度，他就说：“某人啊，你高中到底要考几次？”这样，我一听，人有需要这样看不起别人的吗？要我考几次？考一次高中就累死人了，你居然问我说要考几次？你以为什么呀？老猫不发威，让你看成病猫啊？好，我就 K 给你看，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呢。我的同学已经考完五次了，所以我不行就不行了。剩下一个月半就联考了，一个月半就联考了。我的同学都很安稳的，为什么？因为他看我堆在那，也对他不会造成威胁。那我呢？我一被他这样刺激之后呢，我就开始拟一个这一生当中我唯一完成过的计划，到目前为止，你懂吗？这一生当中说实在也是啊，很令人难堪，但是就这样，我拟了一个到联考前必定把所有要考试的内容读过三遍，我居然敢这样啊！我就拟了一个表哦。一天要读多少？读多少？读多少？好了，那我就怎么办？家里不能读，我们家很穷，没有书桌，没有啊，有书桌，但书桌不是自己的书桌，没有自己的房间，只能够在或我眼镜
近视就是因为在饭桌上读书，读到眼睛近视，那个时候是假近视，把它当作真近视啊，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好了，那我就这样每天呢把书带着哈啊背着骑脚踏车去学校，用爬的爬上去，因为已经暑假了，你懂吗？就已经学校已经不上课了、啊，所以他门就锁起来了，不让你进去啊。那怎么办？我教室在四楼，但也非得要上四楼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一开灯，人家就知道。我、爬上去，还带便当哦。我跟我妈妈讲说，学校在补习，她反正我怎么讲她都相信。然后她相信了，那我就带了便当，我也不下来，就真的这样爬上去，就带了一个同学上去。我找一位同学，那个同学姓什么的？姓李还是姓什么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打篮球，跟唱歌，就读书，读完书就是打个篮球。打篮球不用带篮球了，唱歌我那个书包里头带三本书，三本歌谱，那都是一二三简谱，什么呢？一切民歌民谣都放在里头啊，抒发，还有啊练毛笔字，我还有时间练哦。然后就这样去读，读完了之后呢，我就变黑马，我0.5分没考上建中，然后就考上师大附中。那个时候我就看很多人从老师。我们的校长惊讶到下巴快掉下来，是这样。好，那我们的老师呢？因为常骂我嘛，就觉得很尴尬，是这样，很尴尬。可能现在这个年代可能也死掉了，所以我可以讲出他的别号，因为他常常鼻子过敏，然后揉鼻子，所以我给他取了一个别号。后来听说那个别号一直跟他一辈子，叫做红鼻子。结果他很怄，你懂吗？因为他老骂我啊，那我觉得他骂我也有道理的，不过我也一点不爽，那我就给他干脆给他一个谐号好了。据说一直到他退休，他那个别号就被叫住了，红鼻子这样，好好笑。那当然没有恶意啦，哈，不是说那个时代是这样。我那个老师呢，当年也好惊讶这样。只有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喜欢数学，逻辑的东西我喜欢，所以他了解我，我是黑马应该不意外。只是他也觉得奇怪，那你为什么前面都考五十几名呢？你是情况是怎样？我才说到说我是被刺激的。OK， 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你看看，这是正面的想法，也就是说看起来不能往生，但是呢，真正考试的时候呢，超越了。反过来说，看起来能往生，有很多同学看起来能考到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一考第三、第四、第五。当年的复兴高中在我们那里的是第八。哎呦，现在有没有读复兴高中了？不好意思啊，不应该这样分的。但是当年是这样，我居然有个同学，一直以来就是觉得他不是第一志愿就是第二志愿，就会考到第八。我的双胞胎弟弟呢，读了第五啊第六，中正，当年是这样。我的双胞胎弟弟，他是阿弥陀佛的，不是阿弥陀佛的，他是这样，他是念阿弥陀佛的，但是他跟我不同家，我们给人，他也给人，我给人，他也给人，这样啊、哦，所以我们不同家。那你看看，他们都是读书比我好的哦，都比我好的，可见呐、啊。还没到考试前，谁输谁赢都不知道。我要讲这个事，你也不要以为你现在念佛不好，你就大概今生往生无望，不一定。我当年考得很烂呢、啊，那你冲一下还是过啊？看起来好像不公平，问题就出在这儿。到底什么叫公平？到底它公平与不公平，能往生与不能往生，考试考得好跟不好，跟考试当天的状况很有关系，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应该考过试的人多少都有经验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他妈准备的要命，那天感冒，看到题目就是感觉有印象，想不起来怎么答，或者没体力，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你觉得很怄，你很怄有什么办法？拿分数来比的、啊，号称公平啊，是不是？所以记得，看起来没希望的可以有希望，看起来有希望也可能没希望。所以对于临终往生这件事情，不要给自己太多的
想象，说啊，没问题啦，我就要去。你要去，天底下谁不想去？就好像每个人都想要，想要出来选总统，那时间到就会揪回去，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哦，话个变变叫安尼，到时候人倒去啊，风台坐一下，伊就家己揪回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就缩回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哦，那当然了，缩回去，有人说啊，那是对谁好，对谁好，难说啦。你懂吗？难说了，还没选，事情还很多的嘞，是不是啊？所以我说蓝的绿的都不要偷笑，还没到都不知道，这就是世间无常。临终那一刹那，问题出在哪里？会出在不是你的努力没有用，不是的。那么我这么努力，为什么那个人临终没往生呢、啊？不是这问题，是因为你的努力到不到位。是你的努力对不对准往生这件事？然后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子了，你考试啊，老师已经想象中把重要的这次的考试放在这个课本的下半段，结果你都要准备上半段，那你好吧，你尽管准备嘛，你去考了还是茫茫然嘛？这样听懂意思吗？他考临终要考你的是什么？你没有准备这个临终要考的，你嘴巴念到破皮，你说你已经准备了，错，不一定。这不是我说的，印光大师这么说，更早之前是偶义大师这么说，理论上也确实是这样。他说什么？他说往生的要往生啊，不是靠念佛好不好，也不是靠这个信心够不够，靠愿心坚不坚定。信愿行三大项啊，他说最核心的愿心。不过你不要想成说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愿就好了啊，念也不用念，错。我跟你讲，有愿就好，谁没愿啊？谁都愿意当总统啊，是不是啊？谁都愿意当百万富翁啊？谁都愿意去努力赚钱啊？但努力过了，大家都赚到钱吗？难说，对吧？是不是？所以你不要相信你那个愿就管用。他在讲愿是就理论上说你愿要坚固，但不是你的愿就想坚固就坚固，要准备的核心是那个，懂吗？你没有那个愿心，你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我常讲的例子呢，我以前常讲这个例子是谁呢？这个人死了啦，所以我讲名字也没关系啊。为什么我要讲名字？不是说我对这个不尊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替他做功德。第二的话，让你知道这是真人真事，啊，真人真事。所以有这个人，谁呢？很早要学佛，很早的人才听懂，才知道这个人。冯冯，听过人举手。哦，那你们年纪够大啊，才会知道这个人。这个人的早年有出书，《空虚的云》他写的，写虚云老和尚啊，那个太文绉绉了。他是什么呢？他是台湾早年的《中国时报》哎，中央日报，国语日报还是什么报当中得过文学奖的人，文学奖的人。那后来呢，移民加拿大。我在大学时代跟他通信过，通信的意思是我表示我对他的说法有意见的。我就跟他讲，因为他常常用科学来证明佛教，这其实是一种不够信心的问题。佛教不需要世间科学来证明。不过我常常讲经会用科学来讲佛教，那是为了普罗大众的信心。但是内底里你要知道，科学就算不能证明佛教，科学无效，不是佛教无效。你懂意思吗？就好像说一切法律与宪法抵触，是一切法律无效，不是与宪法无效。宪法是宪嘛，宪就是最高的意思啊，根本的意思啊，这样懂吗？所以佛法对于佛教佛弟子来说，你不应该拿世间的知识经验观念态度乃至道德来比拟佛教的，是不可以的。佛如果是用世间道德或世间的所谓知识来建构的话，那
知识还在增长啊，那他怎么能成佛呢？了解意思吗？佛是超越人的经验知识，直接看到真理的圣者，他的见解是不需要由人间法来证明的，但是人间法有可能跟佛法一致，这是可以呼应。那我就是将这个意思跟大家讲，我说你讲那个物理学，我自己就读物理系的，你那个物理学就不对啊，再来就是说也不是最终的物理学啊，何况我们就算我们读物理的，哪怕读到博士了，我们所读的物理学都不是最终的物理，不是，物理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增上，以前30年前不懂的事情30年后变成懂，30年前不对的事30年后变对，但是再30年搞不好又不对了，或者是说又被修正了，都有可能。所以我是跟他这样讲，他当然听听啊就没什么回应。那么他呢，就是他一生都在念佛，他也常常写文字的时候跟自己跟人家跟他的读者讲说，我念观音菩萨得什么感应。结果有一天他自己说的，那个时候我大三的样子，我看到这样就知道不对了，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刻。我今天讲这个故事是吧，要将功德回向给他，他后来没往生，他后来没往生，至少更糟的情况我还可以告诉你啊，或者不能讲糟啦，人各有志啦齁，那我再讲这个人后来怎样。你知道吗，他念佛，他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求生极乐是可以的，因为本来观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啊，他是胁侍嘛，所以念观音菩萨愿生极乐是 OK 的，好 OK， 不会说你没有念观阿弥陀，阿弥陀不让你去，不是。那好了 ，OK， 他有一次念得很不错，观音菩萨现身，那他文字自己写的，搞不好你还可以找到他这个书，现在。当年是法尔出版社，什么出版社帮他出的？法尔出版社得意啊，倒了啦，啊，所以你可能找不到这书，你要在旧的佛教图书馆看看有没有。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观音菩萨来了，我就……可是呢，我想到我妈年纪大，她爸爸早死的样子，还是离婚忘记了，反正他跟他妈妈在加拿大。”他就跟观音菩萨讲说，对不起，我妈妈年纪大，我不能跟你去。他就讲这件事，他当然是告诉他的目的不是炫耀了，他的意思就告诉你说，哎，我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哦，啊，我也可以去的人哦，可是呢，对不起，我跟观音菩萨说，摩阿多最近没办法去，好，我娘还年纪大，我还照顾，这样他就没去。哎，问题就出在这儿。当年我是大三，我看到这样，我就知道不对，我就觉得有问题。但问题是，你觉得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啊？哪里？出在哪里啊？观音菩萨或阿弥陀来接而不去的，我们随便取都有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法照大师。唐朝的法照大师竹林法照，世祖是竹林法照，我们离祖的时候那个世祖竹林法照，法照大师那个竹林寺啊，就在天五台山，我去过，他现在建得很大了，他有个后面有个虎泉，很大一个泉水，所以那个他就不去，他不去什么原因呢？他看到阿弥陀佛来了，拿了个银台，他想开玩笑。从要拿金台我才去，他就说对不起，那我再念，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觉得功恨不够高，已经能去了，我没问题，但我呢，我不是求有，我是求好了，我们呢要先求有，求有才能求好啊，对吧？那一般凡夫不是像他这样子大修行人，求有就已经赶快去了，何以故？因为我们不是开悟，念佛不是开悟，念佛是愿心坚固。而注意哦，我们是凡夫，凡夫薄地凡夫有个性格，他的信心是变动的，他的道念呢是进进退退的，叫做什么？叫做退转的，
所以极乐世界叫做阿毗跋致，才叫不退转。为什么极乐世界就还要特别跟你讲说是皆是阿毗跋致，也就是人间皆非阿毗跋致，才要跟你强调极乐世界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阿阿就是无的意思啊，就是不退转的意思，无退转。跋致就是毗跋致就是退转，阿就是无，就无退转。这样懂吗？他为什么跟你强调这样？也就是因为你人间就是会退转嘛。会退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现在你就你要出家，你现在出家；你要不出家，很多人你有没有看过？该出家他不出家，他要想东想西。等到他想出家，没心出家，没缘出家。我当年亲近蔡云老和尚，蔡云老和尚旁边有很多很优秀的大学生。比如说有一位慧律法师的同班同学，他已经往生了，姓陈，哦，我们都很熟，因为往生了，我讲他的姓啊，算是把功德回向给他了，我没有讲恶话的意思了，哦，我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了，哈，但我们也很熟，但是我要拿他的故事来讲，把功德回向给他。就像我今天讲冯冯，我也不是在批评他，我要将功德回向给他，这样让你证明说我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我凭空想象的。他是怎样呢？他当年地中打得非常之好，人又高又帅，跟慧律法师人又矮又啊，不能这样讲，就是人家也是很庄严呐，啊。他是我师叔哎，欸，不好意思啊，慧律法师。是这样的，他们俩同班同学哦，他们俩，这个逢甲大学的同班同学啊，高或者怎么样，就有一唱功跟他讲某陈同学呀，啊，叫陈忠兴，听过没有？你也听过，有没有搞错，啊？好 ，OK， 很好，就知道有这个人嘛。他在台中，那忠兴啊，那要不要出家呀？他说，啊，这个那个那个的，我也不太清楚什么理由啦，他就没出家。等到换他要出家，换灿公说这个那个那个的，又没给他剃。然后等到灿公又倒过来跟他讲，该出家了，他又说这个那个那个的，又没出家。换成他自己又要来求出家，灿公又跟他讲，换他那个这个那个的，又没出家。就这样来来去去两三次，最终呢，最终去我出家的地方清凉寺干什么呢？我师公上主孝云老和尚都有一个精进佛期。啊，他们大家都念佛的嘛，佛七啊，他就去了。去的时候呢，五百世的冤亲债主在那边已经张着大大的口在等他了。他一到之后，呼一下就给他吃，甲连骨头嘛无留嘞。谁？老婆啊，老婆就是五百世的冤亲债主，嘴巴张得很大，在那边等他入虎口啊，是这样子啊。他老婆也去当。清凉，我出家的清凉寺，台中啊，清凉寺做护妻，啊，他也要去做护妻，结果护妻做不成，做夫妻，阿弥陀佛了，是怎么样啊？啊，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看，原应该抓，你不抓，没有了，因为阿毗，我们非阿毗跋致，听懂吗？所以你会退的。你要搞清楚啊，是这样啊，所以冯冯的姻缘就是这样。他有好几个大错，第一个大错，他说我娘还在，我不能跟你去。哎，这是不是栽观音菩萨的章啊？我请问你哈，哦，观音菩萨不知道你有娘吗？他现在要接你去，哦，他放着你娘死掉，所以说他接你去让你做不孝子。观音菩萨当然都安排好了啊。你相不相信？你的信心有问题，你的愿心更有问题。你在念观音菩萨，你说你要求往生，他来了，你糊弄他，你来了啊，见个面就好啊，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那这样子的话，你是真心念佛，算是有了才感应，有个大因缘，但是你心退转，怀疑退转不信，三大项。第一个怀疑是什么？怀疑说，哎，我现在要不要去？不信是指什么意思啊？不信是指的我不信我去了我妈妈会更好，
你要知道呢，往生是去成佛呢，没有错了。极乐世界不能成佛，但到了极乐世界，永远不退转，一路成佛呢。讲难听一点啦，你妈妈因为这样啊，为你送你去极乐，而她自己饿死了，她都有功德，对不对啊？送你去成佛呢，对不对？对不对嘛？哎，怀疑呢？怀疑就不行，往就怪怪了，就会跟他一样了呢，是不是嘛？我们讲最极端是这样嘛，是不是？再来第三，观音菩萨会让你做不孝子吗？是嘛？所以除非那是假的、冒牌的、魔来变的，当然另当别论。不过你说的很真呢、啊，你说你是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真的来，而且他有对话哦，对话就是说他要接引我走。然后他跟他回答 No， 你看看愿心够不够？我问你啊、哦，我问你，假设有一间房子啊，不要说你家了，好不好听？就是假设你在一个房子里，你有好多的那个行李放在那里，可现在发火了，烧火起来了，你没有门，你只有一个救生梯往下爬。这个时候火一直来，我请问你，哎，有一个救生员上来了，赶快过来，这里唯一的打开洞了，唯一从这个楼梯下来，你说不能，我这里有我喜欢的小猫，还有我喜欢的那个什么银行存款，还有我的金条，我没办法带，我不走。你会这样吗？你会这样吗？但他这样啊，他就是这样子啊。三界犹如火宅耶，观音菩萨直接要接你走哎，你说有我娘，你担心什么嘛？你的愿心显然在打折，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问我这个题目说，如何往生无障碍？先问你自己，愿心打不打折？这才是重点。讲一大堆理论没有用，讲这种实际你就听得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念佛念得好好的，那我都去啊，啊我都去念佛啊，啊我冇去念助念啊，我开讲无妄心，嗯，啊你我助念一回事是念别人，还念你啊？啊是别人要死，还是你要死啊？放下是叫别人放下，还是放下你家己啊？你哪都嘛你叫人放下？银行存款咱都未使放下，放下落地，拢嘛唔把你放下，对不对啊？常常是这样，没办法，我们有现实的生活啊，我们有约定的婚姻啊，我们有约定的信徒关系啊，比如我们出家人也有约定的信徒关系啊。啊，还有呢，刚刚介绍我的时候还少介绍了一样，我在网络上没写，而那样最重要是什么呢？啊，不是什么做方丈，不是，是我还担任宗教台湾宗教联合会的不是会长啊，会长我们请大德长老，这个执行长就是要推宗教基本法，那是我很重要的工作。我也常常在想，那重要工作在人间呢、啊，万一这工作没做完，我要不要去死啊？真的阿弥陀佛来了，我会不会跟阿弥陀佛讲说，阿弥陀佛，慢一点啊，我把宗教基本法推完了我才去，我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先说不可以，你不要说我会不会。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敢跟你打包票，我不会。但是我们必须先理论上知道，不可以，对不对啊？人间啊，那是理想哎、欸，那是度众生的理想。理想在人间活着的时候可以说，临终通通放下，通通是假的，懂吗？那如果利益众生，那叫理想都要放下啊？请问哈、哦，夫妻嘞，儿女嘞？银行的存款嘞？不要笑啊，不要笑啊，临终你看呢怎么样？那个老狗，我死啊，我要来死啊，你也是要每一天吃早餐，你会这样做吗？你会这样想吗？如果你还这样想，麻烦大了。你先想你那个老狗，你那个老公，你那个老婆，不是不爱，
而是你要知道，在人间恩恩爱爱，那不过就是锣鼓乍歇，一切皆无，演这场戏而已啊！啊，现在我都要下台了，我还管你个二五八？我应该要这样才对啊！你说怎么那么狠？如果你不这么狠，那就是对你狠，也对彼此狠，你往生不了。这个题目哈，讲的文绉绉的，如何让我决定往生？要摆明了是真的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得要自问。那不是我来教你方法，方法很简单啦，临终的时候这些都得放下。你准备好了吗？干嘛呀？回家的时候替你老公洗洗歪下煮，或者是洗一个西装，一拿起来一闻，哎呀，怎么会有别的女人的味道？那个时候怎么办？管你也给放心，顺顺给放心，那个老狗走未远啊？不一定哦，老公老过葡萄刀。一个新的七上八下，恨，恨会让你放不下，爱会让你放不下，得失会让你放不下，亲情会让你放不下，儿孙的孝顺让你放不下，媳妇的不孝顺也会让你放不下，金钱让你放不下，好，明年谁选上总统，搞不好也让你放不下。你有好多可能你放不下的。我那天从我这不是批评了哈，我是说刚好有这个人，也是功德回向给他了。那个居士名字我不认得哦，但是我怕他会看现场直播。干嘛？在新加坡，在新加坡有人来送飞机，那送飞机有一对母女的样子还是怎样？那送了送了，我们就说啊，你多得意，你新加坡人哈、哦，怎样怎样？他就也没多说什么，就点点头。旁边有个大嘴巴就跟我讲说，没有啦，台湾人来移民的啦。啊，那这样讲也就算了，你懂吗？我没什么想法。他下面又补了一句话：陈水扁选上总统，他就移民了。这样你听懂吗？听懂吗？啊，这就是放不下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说，如果陈水扁或者是哪明年哦，看谁选上总统，你就决定移民极乐世界。这也不对啊，那你家是不是要这样？对不对？你还没到你死，也不能灭寿取证啊。所以说，你的生命居然会跟一个人选上总统这么有关系啊！啊，你将来怎么办？这样你听懂意思吗？我想我不是批评的意思啊，我只是说有人有个人的坚持啊，还是说因为他做生意的关系，还是那个描述的人根本描述错误？我不知道哈、啊，我只是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哎。连别人怎么干你都会这样干了，那你说临终的时候、啊、要是你的冤亲债主出现，要是你老公的女朋友出现，哎呦要气死哟，临终嘛还没回去，你就要来倒啊，你就要搬啊。不愿去，我要拿目睭给你看啊，一个目睭大大锐气翘起，有影老目睭给你看。你要知道，临终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最敏锐，我们的情绪最波动。本来哦，三分一分，对，十分的话才能引动你三分的情绪。现在倒过来，三分的话就能引动你十分的情绪。而且不用讲真话，不用真正对你讲话，只要有一个你讨厌、你爱、你恨、你不喜欢的人的声音让你听到，你就会全部一生对他的恨通通跑出来，好可怕！你不知道哦，没死过你不知道，唔知，当然你知啊，想办呐，所以我今麦先讲给你听。啊、你说师傅啊，你又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啊、所以我是师傅啊，我会知道啊，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真的是这样。活着的时候十分的话引动你三分的情绪，
临终的时候一分的话就能够引动你十分乃至于十二分的情绪，那个喜怒哀乐很可怕的。比如说你现在听孩子听孙听你们家一家毛小孩，有的人听到听到要超过他们，有没有疼狗啊？为什么？因为回到家里你儿子都在滑手机啊，没人理你啊，但只有狗摇尾巴理你而已啊，所以你会觉得狗很有意思很有感觉。你甚至这样临终的时候狗在叫你就嘣跳到那只狗身上，变成狗的一只狗身上的一只狮子，他的巴士就这样跑过去，他爱恋那只狗啊。还有一个人是念佛人，他临命中念佛，他是念佛人，躺在那里念佛，他老婆来了啊。所以我跟你讲哦，夫妻念佛要互相度，不然哦，你以为你自己念佛你自己去啊，才不是的，他临终会来干扰你。这个老兄就这样，这不知道是宋朝时代的故事还怎样，他一生念佛念得很好，临终的时候呢也准备要往生了，正念也现前，他老婆来哭啊，躺在那里啊哭，他老婆来哭的时候对着他嘴巴讲话，对他脸讲话啊，你想想看哦，你这样往上看看到什么？看到老婆的鼻孔，结果老婆就哭啊，要修你哪样的老师你哪样是要做啊，老婆爹家是哪样做啊，老皮流鼻水啊，流鼻涕流鼻涕啊，他看他的鼻涕就这样啊要掉下来了，他就爱恋他太太，突然间爱恋起来，巴士就嘣一下变成他太太鼻子里头一只虫啊，他太太努力哭啊，哎喵喵我叫糖，你要有糖那个 Dancy， 刚好他有姻缘，很少人有这种大姻缘的，因为他亲近大和尚大修行人，大修行人的师父跟他讲不要动，那是你先生，他说我可能我先生躺在这个变成虫化身的，软胎丝化化身的，他就跟他抓来跟他讲话说你如何这般，你现在要完全放下，我送你去，说完把他捏死马上去，他才去，你看看一念不绝，那都是修行人哦，你遇到这种老婆你要知道现在师父都很忙啊，他当年有师父在旁边还有看得到啊，现在师父都很忙啊，别说师父看得到看不到他这个姻缘，将来你说你念佛就好，你老婆不要管他，你临终的时候你老婆来闹你，他不是故意闹的，他就是放不下你，平常哦你出去他不理你哦，现在你要死了他特别理你，这叫业障现前，你们靠口呢拄到阿走无路呢，你看倒遐阿麦来闹啦，我要死啊啦，无法度，这个话你嘛讲袂出来。啊，你安顶啊吊点滴，这边去用白条的，那边去用吐条的。啊，恁某要来甲你哭，恁翁要来甲你骂，要来甲你念。啊，恁迄个细汉囝，伫遐咧讲话，互你听到心叮当。哎呦，我这个心，我这个细汉囝，哎呦，还袂娶新妇，我看会使今嘛死。真的会这样吗？真的会这样？我母亲啊，我母亲怎么出家的？一句话而已。啊，她为什么不出家？也是一句话而已。我大学毕业当完兵，那去唱功那，然后就后来就要说，她叫我去别的地方出家，我就准备去清凉寺，通通谈好了。那我就要回来跟我母亲讲说，不，错了，我准备出家在。快当完兵了啊！我母亲跟我说：“你要出家很好，去唱功那里，或者是广清老和尚那里。”他就很 OK。我说：“这没问题啊！”当然我也想这样，但后来我想说，如果带母亲出家，或许在广清老和尚那比较 OK， 因为那里有男女众。但也只是想想而已。那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就聊起来，
我母亲，我就跟我母亲讲说，因为我是被领养的啊，我母亲只领养我一个啊，结果弄得变成我父亲往生了。我父亲往生前是我照顾的，我问他说我出家好不好，他说好，所以我父亲同意。那接着就是我跟我母亲两人咯，那两人的时候我就问我母亲说，哎，我出家你留一个人在家里，我还是一定去。他也说好，但我心里知道啊，家无恒产，又没有小孩，我母亲已经60，快要60了，差不多我现在这样子这个岁数，身体又不太好啊，想想还是要出家，但心难免有一点就觉得如果他出家不是更好吗？这样啊，我就问他，老菩萨啊，我去出家啊，你厝也没人啊，嘛别你什么叫狗啊啊，不是讲什么人啊，我阿公，我的祖父祖母是在上海就死就往生就没就已经往生了啦，啊，我的外婆也早就往，在我母亲12岁就往生了。我的外公在我高中时代就往生，所以他也没什么父母问题。我母亲呢，没什么父母问题。而我爸爸呢，已经也往生了，所以他也没有老公要照顾的问题。就像我这个儿子要照顾，就娶个媳妇儿啦什么的。问题是，我现在都要出家了，也没有什么娶不娶媳妇的问题啊，也没替他生小孩啊，也没在外面跟人家私生子啊，对不对？所以他也不用带小孩、带孙子啊，所以他最 OK 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我就问他说啊，那你这样我去出家，那留你一个，你要不要出家？你知道他想什么？他不出家只有一个理由啊，好好笑。他说啊，你那个舅舅的他哥哥啦哈，你舅舅哈那个什么的大儿子啦、大女儿啦，还没结婚啦啊，我这个做阿哥哎，也要去吃喜酒啊。我说不出家是这个理由哦，有没有搞错啊？我听一听我就傻眼了，我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这样子不出家嘛？啊，你看我就一句转语他就出家了，我就跟他讲，啊，你为这个事情不出家哟，你有没有搞错啊？他们这些年轻人年纪都跟我差不多，谁甩你啊？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你有没有想过，你从他小到现在这么大，你跟他讲过几次话？哎呦呦呦呦呦呦！你还为了他们的喜酒，你留下来不出家呀？你有没有想过，真的人家那么在乎吗？我就这样问了。哎，他在饭桌上，他想想，也对哦。啊，你什么时候要出家？下个礼拜。好，我跟你去。就这样，转语就完成了。人需要转语，就讲开示，临终也是这样。所以临终保证往生，就是要对的开示给他，不用多。还有一个转语才特别，这都是实务经验呢。有一位长老，不说谁了，大江南北我不能讲，台湾长老会讲经，但不是圣严长老，你不要想到那里去啊，不要猜啊。他讲经，他也往生极乐的人，求生极乐的人。那么呢，有因缘呢，我都听他讲经，我也跟他认识过，他也很照顾我。那什么时候我们就别谈了啊？那往生了，往生之后呢，当然出家人要送去化，送去化。这个事情呢，根本我不会知道。有一次我跟上道下海律师，我这个故事第一次讲，私下我讲过，但公开我第一次讲。跟上道下海律师去屏东的某一间寺院比丘尼道场开光，我呢，因为人家要请上道下海律师开光主持开光，同时要讲开示，但老人家没讲台语啊，屏东那个地方讲台语的很多啊，我去做简易的翻译。我的翻译是这样，随便你老人家怎么讲，反正我记，我再把他意思讲一遍，这样而已，哦，就不是逐句翻了，逐句翻大家听了会很烦了，懂吗？也不必要嘛，对不对？哈，哦，这样会时间会卡很久，讲的人很难讲啊。他就尽管你老人家怎么讲，我就记，你愿意停我就停，我就把你讲一遍这样子。那么
他老人家正在上，我当就当侍者咯。老人家正在做仪式，仪式完了我要出去帮忙翻译，就这样。他要演讲的时候我翻译，就这样。所以我在里头等，刚好有一位长老法师，他是做另外一个仪式的，不知道是什么开光而已啊，怎么样啊？是一个小小尊佛像开光，他先做完，他就下来，那就在后面聊天，没来由的他跟我讲这个事，所以这个佛菩萨慈悲啊，都让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要我把这事情讲出来。什么事呢？啊，他，哎，啊，你唔得华藏法师？我说啊，对对对啊，长老阿弥陀佛。哎，没办法，我容易听你讲经。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我不认识人家，人家说啊，我都有听你讲经。很多出家人都是这样子啊，啊，拍谁拍谁啊，啊，功德不好啊，好好你麻烦，没有你讲经的，那就不知道在聊什么，聊，就，哎，某人某人你认识吧？某某长老，我认识啊，不圆寂没多久吗？啊，他就说，对啊，你知道吗？我说这样。他差点没往生，嗯，你也知道他差点没往生，意思说已经往生了，这是好事。但是为什么会差一点呢？差一点你也知道，那其实我就觉得奇怪了。我就，旁边没人嘛，我说哎，情况怎样？他说啊，我跟长老很熟，这样的啊，很熟，哦，啊，他往生了，他徒弟呢，什么什么跟我讲，那我当然要送他一程。我说哦，然后就送了。我们知道我们出家人都火化嘛，啊，送到火化场。那他要跟我讲，那位长老，我现在跟我讲话这位长老，坦白讲啊，我名字早就忘了。为什么？因为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懂吗？我在电视里有讲经，人家认得我啊，电视背后那个谁我也不知道啊，啊，他就是，所以，但他长相给我感觉就很正派，很正义，那很念佛的人，老修行，所以他讲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跟人家聊这些修行的事。他就说，你知道吗？那天什么什么时候是那个我去送行。我说哎，对啊，不过那个我自己也忙啦，就没得去。然后他就说，我也是，我一向不是什么敏感体质。他说哦，然后他说那一天大家到的时候是近中午，那一定会给大家吃个便当，然后才准备土皮，燃火土皮。他说他从一到。他靠过去的时候就一直闻到很怪的味道，他出家那么久的人，丧事一定常到的，出家人不走喜事一定是丧事场合出现，所以没有那个出家人，哪个出家人会忌讳什么，我心里怎么怪怪的。所以他就讲说他就闻到很怪的味道，哎，这么一讲我相信，讲到这里我是一定相信，何以故？我在清凉寺，清凉寺每年都有办法会，中原普渡啦，一般讲就是盂兰盆报恩，那个牌位我还没送上去之前，啊，不送上去了，还没送上去或者送上去还没有做招请之前，我们清凉寺老尼师，但起码都往生了啊，呀，我讲的老尼师都往生完了啦，哦，已经不在了啊，从什么会琴师啦，什么会唱师啊，那老尼师们。都往生了，只要一招请完，他们就不靠过去了，绝不靠过去，连送个饭菜都不愿意。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当时做教务长，啊，我手头有学生呢，啊，他就会来找学生说去送菜。啊，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说，教务长啊，我要做那个事，可是老尼师要我多做那个事，他们会来报告。那我说好，没关系啊，就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送个菜而已。你老尼师一向小轻客哎嘛，一般寺院里头老尼师最愿意做事。哦啊，怎么会这个事情他不做嘞？我就好奇啊。
第一，我担心他情绪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说，他身体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去问一下。有好多个老尼师都不愿意做，我就觉得奇怪了，我就去问了。我师父是不会管这个事啊，但我们要去管一下，因为我师父以下管人事的就是我在负责。我去问一下，我说，哎，老尼师啊，啊是什么情形啦？看不上菜了。蛮爽，就是讲的不讲清楚了。啊，但是你讲啥啦？啊，不要紧啦，你唔知不要紧啦，慢慢讲啦。就是，我说这，你到底在讲什么啦？啊，这那个讲一下啦。那他才说，啊，都比较歹啊，听懂吗？招请完了之后哈。腐尸的味道出现，他们敏感的都闻得到。那我在想，哦，这样子啊，这第一次我遇到这样。第二次在哪里？在教，我还是做教务长，在南普陀做教务长。那南普陀当年呢，我去的时候，我也是因为这样我去改的。我还没有去改他的时候，他有牌。他有骨灰塔，也有牌位，牌位另外独立放，放在哪里？现在的知客室的客厅，好好笑，他近乎在正中央，哪有人这样弄的？但我们刚去啊，不会去在意这个事。可是每到傍晚的时候，那个老和尚们，刚刚我讲老尼师，这次老和尚。南普陀南众道场都是南众啊，那老和尚有几个是我的戒兄，说他老和尚嘛也算啦，我的戒兄啊，年纪很大，老啊来说给老军人来出家的，这样他就绕道。我说你要去东边，你要绕到佛学院再绕到东边，因为搞错啊，你干嘛不从下面就再走过去呢？他也是，就这样。我说要练身体也可以啊，是不是要练身体啊？不是啊，你不要知道啦。我说这是干嘛呀？那怕你害怕啦，怕我害怕啊？我一听我就懂了，因为南普陀常常有鬼，在当年，现在没有了，常常有鬼，你懂吗？那当家那个。我们那个塔哈，就在佛学院的左后方。我还没去整顿的时候，它就在那里。鬼都在什么时候出来呢？要不要知道？傍晚开始出来，特别喜欢出来在什么时候呢？阴雨天的时候，阴阴暗暗，天要暗不暗，出来最多。大太阳它不会出来。这时候出来啊飘啊就会来飘啊飘去啊，出来的时候呢，因为那里还有个洗衣槽，好长一条洗衣槽，早年了啊，都有人住在那里洗衣啊，啊洗着洗着呢，啊飘就会过来哈，可能要什么事情要请师傅帮忙回向啊怎样，他就会去刮那个师傅的背，就刮啊，那个洗衣服的师傅都老修行了，知道了啊，师傅不爱看歹看面的啦，有代志去找当家师。然后那个鬼哦，刮到一半啊，没去，啊、好吧，他就自己飘去找当家师，常常是这样。还有呢，拜佛拜到一半，咻，一个黑影从屋子的那个门缝旁边这样经过，那师傅很凶哦，就出来。骂鬼啊！你创啥啦？师傅，你拜佛的卖行来行去啦！嘣！所以说，一般人怕鬼啊，南普陀的师傅专门骂鬼，你懂吗？是这样。那所以我他这么一讲，我就相信。我就想说，哦，这样啊，啊，真的有味道，哦、我没闻到，他们敏感，我说有，我才决定要换。把那个牌位换走，结果我说要换走哦，所有南普陀老住众糟糕不半个了，
没有人愿意帮忙。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发生事情，有一个当家师，曾经有一任的当家师，跟一个沙弥讲说：“你是沙弥啊，这个牌位好脏啊，去把它擦一擦。”他就真的去擦哦，擦完之后，那天晚上阿飘就来了，捏他，一直给他看，他吓坏了，啊，等一下呢，哀哀叫，哀哀叫，然后他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教务长，他就跟另外一位，叫做辅导，叫做训导长，仁清法师，他现在叫长老了，曾经住在嘉义啊。现在不是我在家，人很正派，长得又高又快。跟他报告，你知道吗？他就去那里，对着那个鬼骂：“你干嘛看差不多？还输呢？你干嘛个定？我看掉我给你修了了。”我跟你讲，这就是和尚厉害的地方。从来就是人怕鬼啊，只有和尚不怕鬼，还会骂鬼的。我听得太多了，是这样。后来当然事情解决了，哎，真的是鬼啊！为什么他来捏他呢？故事好多，我不再讲了。我以前讲过，你上 YouTube 去查，就是他把他放错位置。他是一个女鬼，没啊，他要回去住，位置调换的时候被大鬼侵占了。人间有欺善怕恶，鬼界也有欺善怕恶啊！他是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那个老鬼哈、哦、会看不起他。一样呢，人会欺负那个孤儿寡女的，鬼也会欺负孤儿寡女。啊，你听好不？听懂吗？也是这样欺负。后来解决掉了，这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说，我第二次在南普陀听到有人跟我讲牌位有味道，所以我就相信了。那么回过头来讲，这位长老跟我讲说，他去送往生，他说吃中饭他都吃不下。我说、啊、情况怎样？他说他敏感体质，他也闻到味道。我说这样吗？好，那你闻到味道是不是因为那里是？焚化的地方，所以味道特别多。他说不是，我说为什么？你我知道是那个要往生的长老的味道，他都知道。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很好。那味道的怪臭味当中，以味道是有层次的，你知道吗？就好像喝咖啡、喝茶，这个茶也有层次啊。这熟茶啊，比如说这样啊，它有层次感，它也是有层次感。其中一个层次呢，就是这位长老的味道。他说他闻得出来，啊，就是这个长老。下面话才精彩哦。那我说那情况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自然知道什么意思。他用那个味道来告诉他。我有放不下，他马上知道，你知道吗？他就在所有人都还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走过去，对着那个牌位，对着那个棺木，因为他们是熟的人嘛，他跟他讲：“中诺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一念放下，往生极乐，何其自在啊！放下吧。”这个话在心中讲完，味道马上没有。而且产生一种很愉悦的心情，开悟了，他走了。还记不记得金碧峰？金碧峰他就是人家送他一个钵，玉钵，他很喜欢。结果他每天坐禅呢，他不修往生法，他就喜欢那个钵，你知道吗？他坐禅的时候修什么？修空定。修空定的话呢，是因为修空嘛，这不可得。但是呢，他没有求往生，业还在，业在，身空，业在，你要知道是这样，业不空哦，身体空，心念空，业不空，
因为你没有求生极乐，你也没有证得实相，你只是修空法，而且这个空法是缘见之空，就是说缘起法之空，不是证实相的空。证实相是空的话，坠入如遭重罪，若遭日若若若遭入慧日能消除，那就没问题。那个慧日是实相之慧，才有办法消你的业，业也是如幻。但是在没有见实相之前，那个业如影随形。那你说证实相之后，业难道不在？业虽然在，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业的报的那种苦难主体，是这个意思。那你说空性不也这样吗？没有错，空性固然是这样，可是那个空呢，是缘起性的空，不是大乘佛法中的不思议空，所以空亦空的不思议空，也就是究竟空寂，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有差别。所以《金刚经》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是无为法？空性见就是无为法。贤圣为什么因为无为法而有差别？因为见空有深有浅，懂吗？啊，他这个见的是小空，所以说他只能够说怎么样？阎罗王啊的手机跳起来说：“哎，今天的业务在哪里？哎，金碧峰要抓来，他业还在啊，啊，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到了，那个阎罗王的手机自然会跳出他的业务，今天要抓金碧峰，那他就怎么样，写个 line 给黑白无常，说哎，今天要去抓金碧峰，金碧峰他真的去抓哦，明明知道住哪里，去了看不到人，因为见他修那个空定，空定在哪里？不是正德，只是修。那个只是一种缘念而已，所以你缘念它，你心念不动摇，你就会有一个空的境界。那个空境界不稳定的，懂吗？啊，不稳定，但是呢，你反正在空中，你就是看不到它。去了一次没有回来，跟阎罗王讲说客户不在，客户不在，阎罗王很生气啊，这不行啊，今年这一季的业绩就差他一个还没抓回来啊，不行，叫他再去。逼着他去，老板逼业务，业务就要想办法，在你们做过业务的都知道，业绩要盯上来，结果他怎么办？他只好去找什么呢？找土地公问了。哎，土地公是专门包打听地方上的大小事，他都知道。那么你修空定这件事情，教理不空，能修之心不空，所以土地公知道。如果你能修之心都空，土地公就不知道了。所以他修这个空是阶位低的空，他并没有真正开悟。你不要以为修空性就是开悟，没有，那是缘念，透过定力跟观想而证得空，那是有修相的，有修行之相。所以他那个空，土地公看得到。你要知道，大修行人、大乘修行人，土地公、鬼神乃至于动物都不知道。你要是知道说有人修行修得很好，鬼神来恭敬，那差一阶；什么猴子来送食物，那都差一阶。大真正的究竟大修行，没人知道你在修，能修之心亦不可得。但是呢，金碧峰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嘛，所以他没开悟啊，那么是怎么办呢？那人家一问土地公，马上你的秘密被知道了。他说没有啊，你们找得到他是没问题的啦，因为他修空定。啊，怎么办？啊，我是可以告诉你怎么样了，不过有什么好处？土地公当然就要问一下，黑白无常要有好处啊，是吧？他就说，我回去跟阎罗王讲一下，给你得一点好处。他说好。那我会告诉你，他最喜欢那个玉钵，你哦去敲他那个玉钵，锵的声音就有机会让他醒来。那你说黑白无常他怎么有办法去敲那个磬声？你要知道他带着什么，他带着众生的业而来，他自然有办法，不然他是鬼道众生呢、啊。
地狱道众生啊，理论上说是不能做人道的器皿的事情，但是你金碧峰业已经现前，你势必就他就有办法动你的波，这样听懂吗？听懂吗？所以你要知道，业现前，你业不空，一定是生死相随。顺便告诉你佛法了哈，不是讲故事而已，是这样。所以有人怀疑说啊，他地狱的鬼族，他怎么有办法动金碧峰的波？他用心念就能动，因为你的业还在那，他就动他，锵的一声，金碧峰在空定当中，马上听到，西昂的叮当外，昂阿弥。谁在动我的宝钵？念头一起来，马上现形，现形就铁链锁住他，啊，他就怎么样？他就说：“哦，被抓到了啊！”就说阎罗王要找你去，他知道这下是入生死，他就问：“你们怎么找到我？”他就说：“他去问了土地公，土地公他怎么讲？”他就知道有一念贪念，生死就跟着去，撇耳随他。所以临终的贪念很可怕。懂吗？结果他就怎么样？他说：“听我一句偈。”他就把那个钵拿过来，当下打破他。若要捉我金碧峰，除非铁链锁虚空。他当下破那个执着，这样开悟。那当然，阎罗王就拍鼓掌啦、啊！你已经悟正悟了，我对你没有责任，也不用抓你。入阴曹了，也是转语，看到没有？他自己给自己一个转语，不是，他自己因为知道他死在哪里，他所死在哪里，他给自己一个转语，一个开悟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不能，你就要靠善知识临终开示。啊，我刚刚倒回来讲，那位长老，他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心中跟着去。去到他眼前的，跟他讲这个开示，他有讲一个偈子，自己编了一个偈子给他，才四句偈而已哦，强而有力。你要语言越短越有力，你懂吗？好、哦，然后你看看骂人骂一堆，不如骂你去死啊！你听他气要被死。那佛门里头骂人最难听的话就是你下地狱，哎呀，好难听，对不对？那长话都不长，所以说短语，那种转语其实就是你一念不绝，它转过来。所以临终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个根本的转语。你要给自己一个，等一下我才给你们，要教你们这个一定要给我红包我才会讲的啦。啊因为那个转语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保证你临终的时候那个转语用得上，你应该就机会就很大了啊。好了，那么就讲到说临终的往生障碍，或者说往生问题。第一，情绪、恩爱、贪婪、无知。刚刚我讲那个冯冯的情况有没有？贪爱，还有无知，错认道德，有没有看到？他因为道德的观念呢、哦，哎，孝顺父母是道德嘛，对不对？他误认为道德凌驾佛法往生，所以你要知道，我常常讲，我说佛教不是道德主义，佛教是解脱，佛教是觉悟主义，是慈悲主义，是智慧主义，不是道德主义。道德依人的因缘而说的，懂吗？好，你看回教徒娶四个老婆有道德啊，我们华人娶一个两个老婆我们就说他没道德啊，道德你怎么编呢？好，再来，我们说要孝顺父母，含饴弄孙，让爹娘含饴弄孙，在西方不能这样，这样叫做执着儿女，做爸爸妈妈的跟上帝抢儿女，不可以，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不能把儿女抓在身边，要交还给上帝，人家是这种想法的，你懂吗？上帝借你爸妈，你这个做父母的肚子来生他的子民，你也是上，你这个做父母的也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你不要笑西方人不讲孝顺，他们讲的孝顺是对上帝的孝顺，了解吗？一切众生皆是上帝的儿女，不是你爸妈的儿女啊，你不能跟上帝抢啊，所以他们不敢，他们十八岁就要送出，他们也哭呢，小孩子要去独立，不爸妈照哭不误呢，可是他知道不能执着，人家是这种观法。哎，这以佛法来说，这比较符合佛法哦。爹娘在华人社会里把儿女当自己的财产。喂，有的那个老太太啊，她都受菩萨戒了，她的女儿要出家，她的女孙女要出家，当阿妈死，嫁下出家嘞，这个话是不对的啊。啊，你哪拢唔死嘛，拢唔免出家，啊，出家是你度众生，阿咪做歹代啊。啊，你跟你死有什么关系啊？你听懂意思吗？是孝顺你重要，还是服侍众生重要？当然是服侍众生重要啊，利益众生重要啊。你做佛弟子的，怎么会变成孝顺你自己是重要的呢？你自己有没有被孝顺，是儿女跟你的缘深或浅的问题呢？那不是你去要求来的问题，你懂吗？所以孝顺是人间以父母关系建立起来的道德感，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孝顺是儿女说的，不是父母要求的。父母如果去由上对下要求，那不叫真孝顺，是父母感动了什么？感动了儿女，儿女主动自己愿意孝顺，那才是孝顺的道德。这要弄对呢，你不能够一我是你父母，所以我阻止你出家。这样你不是佛弟子，你说世俗人，那就我们没话讲。世俗人本来就不信佛嘛，他当然不让人家出家，这没话讲。你都已经信佛了，你不能拿孝顺做道德挡箭牌，不可以这样。这样了解吗？所以说佛教并不是道德主义，佛教是解脱主义，佛教是智慧主义，佛教是平等慈悲主义，还不是一般的慈悲，是平等慈悲。你的儿女要去平等慈悲一切众生，这个孝顺是孝顺一切众生，比孝顺你一个人还要伟大，还要更加重要。他是这一世来做你儿女，可不是生生世世做你儿女。何况你的结婚生小孩，不是为生小孩而结婚呢，是因为你男女有爱，你们两人相爱，去制造一个有缘的小孩。他是跟你有缘，今生有缘而已，也不过叫做有缘。你不能长理，你不能拥有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无量劫以来可能过去是大修行人，今天不过是借你的肚子来做儿女的而已，你怎么能够挡他呢？挡他挡一挡呢，他孝顺无量无边劫父母的哥的可能，对不对？懂不懂啊？懂不懂意思啊？所以不能够拿孝顺凌驾佛法的，是不可。孝顺重要，但是有出家因缘，那就出世的功德，那就要孝顺就要摆第二，这个是轻重要分，不是说孝顺不重要，懂意思吗？你这点佛弟子要搞清楚。佛弟子常常因为华人的文化特尊孝顺，结果拿孝顺凌驾佛法，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这不是佛弟子，这你只能说你的执着而已。哦，这个事情在经典上都有说，所以说到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伪经，写了20000多字，里头都在讲怎么样儿女孝顺父母，都是儒家的那一套，那是伪经。从莲池大师就说了，印光大师又说了一遍，那我记得广化和尚也说，现在我接着再说，佛门里头好多人在诵这种经，那不对的，那是伪经。古德都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伪经。佛门里头有一部真经，叫做《父母恩难报经》，少了一个重字，它很短，那个才对。以供养三宝作为孝顺的根本，不是以所谓的什么在什么什么做功德，在父母旁边孝顺啊，奉养他叫做孝顺，不是这样子的。那明白就写着这个意思，你是佛弟子。你不能披着儒家的假孝顺之名，然后来说你是佛弟子，那个是不对的，这样懂吗？这个事情啊，一直以来就有古德这么讲，可是呢，这种人间孝顺的我执太重，
所以常常就被忘记，而且那种话很甜，特别对最多父母的来讲看起来很舒服，就跟他的我执相应嘛，就跟做父母的我执相应，所以你就会去做他。那这个情况会造成你往生出问题，干嘛往生呢？大儿子没回来，小女儿没回来，我的没跟戏，有没有情况就出现了？你在执着那个你想象中的儿孙血缘的关系，你要知道临终的时候最放不下是血缘，这种血缘关系你去贪爱，你还架上了所谓的孝顺，那就完蛋了。你要放下，你不能说我早嫁未来等来给他看，我嫁我想听嫁未给他看，我不管事。那奇怪了，阿弥陀佛这么忙哎，你还叫他等你？这第一个，第二个是阿弥陀佛来看你才重点呐、啊，怎么会是你儿子来看你变成是你不死的重点呢？这第二、第三，你知道吗？往生极乐你就有神通了、啊，你要看你的儿女，你很容易就能看得到了。第二、第三，你潇洒的往生，儿女自在，儿女会被你感动，你才真正度他们嘛，这才是真疼儿女嘛。结果你不是，那叫做什么呢？那叫做血缘染爱，叫做眷属情爱情牵。我告诉你，往生极乐最麻烦的是这个，因为你天天跟这个东西在一起。很多人嘴里说要往生，脑袋瓜子里头都被这种东西绑死了，放不下儿女，放不下孙子，放不下什么家里的谁谁谁，那才是障碍你往生的状态。听懂吗？听懂吗？啊，你这个东西再架上，再把它套上了，什么叫做孝顺？那就变得理所当然啊！完蛋了，完蛋了。没有理所当然，夫妻儿女兄弟都是来演一场戏而已。你要往生的锣鼓乍歇，他是他，你是你的。还没结婚前，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公？那么连老公老婆都没找到，谁是你儿女？这都是缘起缘灭的事情啊！你把它架构成为伟大的亲属关系，不可割离的亲属关系，那你根本就是外道，你信奉的是血缘至上，你没有在信奉解脱慈悲平等至上。请问如果这位是你重要的儿女，你放不下，那别人的儿女难不成他过去是不是就是你儿女父母吗？你现在去极乐世界不就是去成佛，准备回入娑婆，广度一切父母吗？是哪一种才叫尽孝？哪一种才叫做对你自己的儿孙真正的爱？是到赶快到极乐世界去才是真爱啊，懂不懂？懂不懂？这个东西没想清楚，临终全部冒出来，我没骗你，这才是重点，懂吗？懂吗？不要假惺惺的问我师父怎样才能够决定往生。我常跟他讲，你不可能往生，我都这样跟他讲。你哪能够呢？因为你爱你儿女，爱你孙子，爱你家那条狗，爱成这个样，你都动都不动摇，你临终你怎么有办法？30条绳子帮你绑着。那当然你说，那师父是不是往生前就要不爱？也不是，弄清楚这个观念，儿孙在孝顺，你要这样想，儿孙孝顺自有儿孙的福报，我呢最大的好处是去极乐，不要被他迷了。儿孙不孝顺，太太不乖，先生不爱我，你要这样想哦，刚好这样子 OK。 他们我没欠他们，他们呢欠我，我当作将来度化他们用的因缘，刚好让我生舍离心，谢谢阿里阿斗拍摄，我爱到恁，让恁无欢喜啊！我今嘛要来去啊！你要这样想。总而言之，往生你一定要常常想一个口诀，这就是你们要给我红包的。要这样想，一定要这样想。人间一切最好的东西，通通给我，都不如极乐世界一粒沙子。我现在就要去极乐世界拿这粒沙子，我管他儿孙怎样。
我管他家产怎样，我管他那个老公老婆怎样，谢谢，我这一生尽心尽力了，到此我走我的路，极乐世界内力沙我拿到了，娑婆世界全部给我都不值得，对不对？对，对不对啊？对，想清楚，一定要这样想清楚，决定意志，不动不摇，临终的时候这个正念现前，保证往生，不往生来找我，真的，我没骗你啊，就这个是保证往生。你两分，你做什么功德，那种情况，那种很好，没有会归在这一念，你凭什么跟我说我临终决定往生？懂吗？因为没有一个最高最高的决定意，决定、决定导引你，你还是会飘飘荡荡的，因为你太习惯这些爱然，太习惯这些得失。情爱什么恩怨，有没有？还有恩怨呢？哦，你情爱会害我，你的情爱会害我，你对我的爱爱到无够，还想要跟他退呢？啊，过来，还有了，还有更惨的嘞。人在你命中的时候，最想要知道的是你到底有没有爱我，很惨哦。就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帮人家助念要注意。特别是夫妻互相助念也要注意，你看起来在帮助他，其实也在害他。情况是这样，我这些都是实战经验，我不跟你引经据典，但绝对符合经典，这样子你才听得懂。情况是怎样？这是彰化的一个比丘尼师，他去助念告诉我的。我在这一次在印尼讲过这个故事，一般没有解析这个道理。或许过去我在过去南普陀也讲过这个故事，我没有解析这个道理，但现在我再解析一遍。它是这样，情爱哈，我跟你说过，我们平常十分情表现一分感动，活着的时候安怎啊？而且某你家、翁你家、囝你家、孙你家都很很低的嘛，我有需要一天到晚说 I love you面嘛，不用讲，你懂吗？甲关心、甲疼、甲揽一下啊，就好啊。迄就是我说爱啊，因为他就在那里。但临终不一样，临终是经上说，一切威德皆是，一切眷属皆离，一切所得所拥有都变成别人的，你又开始放不下了。我们你看看啊，儿子去外国留学。欸，他又不是去外国死掉，做妈做爸也会哭到不行呢。啊，这里离中正机场很近嘛，你可以常常看一下。他那送飞机的啊，娘啊爹的也是哭到翻了。你看看，这也不过去读书读个好吧，三年六年回来嘛，啊，那会怎样？没怎样啊，你就会哭了，你就可想而知。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那个对你家人反正都在嘛，鬼刚笑嘛，感情干嘛我好，你不能安尼想，你不能苦苦安尼想，感情就是较好，较好才会笑吗？你看看，你会去骂蔡英文啊，还是什么马英九啊，骂哪一个总统啊？你会不会去骂一个非洲哪个阿三国家的总统？你会不会去骂他？会不会啊？为什么？他跟你没关系啊，对不对？牙齿会不会咬到舌头？会不会咬到耳朵？为什么？啊，离得远啊！哎，你老公忘记你的生日，你会气爆，气到很生气。隔壁老王忘记你的生日，你会不会生气啊？神经病哦！如果会生气，那才奇怪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他跟你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自然就不会产生贪爱。有关系，你自然，你不要以为你跟他没什么贪爱，会的。我说过，我再说一遍，你活着好好的时候，十分感情，不，十分染爱，一分情。但是临终，一分染爱，十分情。
好可怕，好可怕，那个情绪会很敏锐的出现。为什么？因为你要永远离开他了，从来人生没有这个经验过。是世人拢介你笑吗？目睭金金的看到伊，半暝啊醒起来嘛看到这戆的伫遐，你袂感觉讲这人无去？即马唔是，即马拢无去啊，连一只狗啊嘛无去啊，你会惊，你会无奈，你会放不下，你一念放不下就产生十分的情绪，你知影无？更何况你有十分的放不下，会变一百分的情绪，情绪。所以经上怎么说？他说啊，祖师也这么说，他说啊，你定中功夫有一分呐、啊。动中功夫胜十，定中功夫有十分呐、啊，动中胜一分。动中功夫有十分呐、啊，你呢在睡梦中剩下一分。你睡梦中功夫有十分，你临终只剩下一分。换句话说，你现在静静的想，你说你愿意往生，到你临终只剩下一万分之一分。结果一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通通是你周边贪爱因缘。你看你怎么往生？不能扣口，我活得好好啊，我也无话贪吗？这个时阵讲你无贪，拢假。临终才会输赢。现在说你考试考多好，模拟考考多好，我说过了，还没真考不知道啦。听懂吗？我这个话可是很重的哦，所以一定要用我的口诀，那叫做什么？考试作弊用的，懂吗？临终口诀：娑婆世界一切最美好，通通给我，不如娑婆，不如极乐世界一粒沙。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你的口诀。所有的恩爱都给我，不如极乐世界一粒沙。我来见阿弥陀佛，见一眼，我的一切恩爱都被超越。你平常要这样，所以如果你平常生活当中有人把垃圾放到你家门口，你要跟他吵架的时候，你就要这样想：都拿过来没关系啊，我极乐世界最清净，我要去那。如果你看到你先生、你太太对你不好，你儿子、你孙子、你媳妇儿、你什么人对你不好，或者你的亲戚朋友啦倒你的汇钱，当然很不好啊。那你就要想，痛苦归痛苦，你说现在痛苦还好过将来临终痛苦，这些就是我娑婆世界的业，极乐世界最好，通通给我也不如极乐世界一粒沙。我现在该给的消消掉算了，不能够被恩情所绑，不能被财富所绑，不能被爱恨所绑，一定要正愿现前。这就是彻底的放下，厌离娑婆，彻底的发愿往生极乐。临命终时，这个正愿心要现前。平常你念佛念到风打不进，水打不入，水沾不湿，如果没有这个愿心，偶益大师说都与往生毫无关系，那只是禅定而已，懂吗？当然念佛一定要念，可是没有了这个愿，一切都完了。你这个愿是临终正愿是最重要，临终起这个正愿是最重要。要练的就练这个，怎么练？来人间啊，受苦啊，一切受苦都当作吃补啊，当作宵夜啊，当作应该的，当作资助你去极乐世界，厌离你这娑婆世界的资粮啊，骗你钱的，倒你会的，啊，这个委屈你的感情的，啊，对你不尊重的，有时候你会这样想，哎呀，这个媳妇儿有够过分，嫁到我家来，吃我家，睡我家，啊。将来我的先生的财产通通给他去，他居然还对我这么不好，抢走我的儿子也罢了，现在对我还这么的不好，煮这么难吃的东西给我，我此刻这口气怎么吃得下？这就是凡夫，那这样想就是凡夫。
你要知道呢，什么媳妇儿在路上女孩子这么多，你骗别人不娶，你娶这一公的来，啊，那就是你欠你的啊！我一办的来来来闹你、嫁你、困你、抢你、抢恁囝、抢你的人、吃你的饭、困你的厝，搁甲你五亿，有无啦？目屎流。今嘛来笑眯眯讲，哎，谢谢老人。安尼后摆往生我无挂的，看会开放的哈、啊。啊，你嘛要怨叹恁囝？哎呦，无娶某是我的囝，娶某变某的囝，还有够怨叹，饲囝够好，要再嘛个电视。卖安尼想啦。嘿，伊欠伊的，阿嘛咱欠伊的，知影无？哦，茫去想个遐，想个遐，你敢一个碰刀尔啦，未往生啦。出家人也是啊，有时候见了庙没见完了、啊、不愿意死啊，见完了更不愿意死啊。为什么？都是我见的啊！你们这些徒弟来才两天就剃头，然后现在对我都不孝顺，等到我死了准备回来接庙。好气人哦，也不用这样想，也不用这样想。建庙是我们修功德，修多少算多少。至于他要来占便宜，没有的事，因果自然在算。他要不好好经营，他自有因果；他好好经营，就像我们修福报也算。他越好好经营，我的福报也跟着增长，因为是我开头的。所以做师父的不用跟徒弟争什么，反之亦复如此，师兄弟也一样。啊，吃三宝的饭就是为三宝做事啊！啊，别人不顺我们的意，我们都说我们自己业障重，我们不必去跟人家分别。哦，你怎么对待我不公不义？你没什么不公不义啊，那就都是因缘所生法啊。他要我要过去没跟他有这恶因恶缘，他怎么会对我不公不义？啊，这是出家人也可以这样想。啊，出家是出家，无家处处家，就是为利益众生。这样，所以以上总说了，我用各种案例来讲，最后就讲到说，他这个太太帮他助念，要以这个做结束。哎，帮他助念很好啊，助念助念的呢，他连师父跟我讲这故事的师父都亲眼看到，窗户外面一道光进来。射到他的胸口，他就一口气，哦，儿子、媳妇、做太太都看到，很高兴。结果呢，三五秒钟过后，哎，心脏怎么又跳回来了？而且越跳越快，越跳越大，起伏越来越大，最后醒过来。在助念的时候呢？他就认错时间，就太快去助念，然后那个太太呢就一直想着要让老公往生极乐，看起来是好意，但临终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安稳，甚至于不要给他起怀疑，他这个动作让老公起怀疑。什么怀疑？啊，我要死啊，你要怀疑第二要给他钱与西方给我世界，一点都想做安尼，结果呢，去了、哦，他太太气到爆，为什么又活回来？很生气呀、啊，啊，糟糕了，很生气。哎、欸，啊，我等啊，你应该欢喜呀、啊，啊，咱做翁阿某的，啊，你该安，他就贪图这个，啊，太太呢也贪图这个。你要知道，越希望他早一点往生，那个越那个动作，就是因为你贪爱，你不敢忍见他往生。慢慢往生，或者是你希望他早一点往生，那个希望也是不对的，应该顺因缘往生，加工不必，延后也不必，硬推也不必，不推更不必，随缘就对。结果他去硬推，看起来好像助老公往生，对不对？结果你知道吗？师父私下把他太太请到吧，他太太气扑扑。气噗噗了，
讲好了，给你念啊，艰苦啊，念三天啊了。啊，你安尼唔去，我走转来。你是叫是讲好好念好啦，我念未死。你无欢喜啊？你阿你无欢喜，甲酸啊！啊，只好师父把他请出去了，不要再念了，不要再念了。啊，出去出去这样，意思就是说白念了，你懂吗？啊，这个老公就讲话了。师父嘛，他是比较敢讲。啊，你想哪啦？我懂。啊，敢无去好了。啊，有啦，啊，哪个回来啦？阿东，阿东，都不敢讲，没关系，你老婆不在了，你跟我讲，他就觉得很丢脸，男人呢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很丢脸？是这样，他去极乐世界，他说他去，啊，我有去啊，阿诺，啊，去到门口啊。啊喏，啊门口同住要叫我去里面莲花坐，都要化生啊！啊我喏，啊我想到阮迄个某啦，啊想到尔，扑一下就搁转来倒去食，心里还跳咧跳咧安尼，啊就听到阮某你甲我酸啊！是安怎伊去想阮某？伊拢念不了人。我说过第一个原因。一分感情在临终产生十分情绪，何况十分感情产生一百分情绪，你完蛋了。你平常没训练，你以为你放得下，事实没放下，这第一个。第二个更倒霉是什么？临终的时候他太太一直要让他搞早一点往生，每次讲开示都让他讲，老安诶，紧去哦，你就紧去哦，你起码想一下怎万谈啊！我当时要死，伊一直叫我进去，那一次我还搞他老一下。他念头转成这样，你要知道这就是错了。你讲话的话术不对，你应该这样讲：啊，安诶啊，我跟你好姻缘，我就感恩你的。哈、哦、啊，虽然讲淡薄啊唔甘，但是咱来西方相见，有缘阿弥陀来，你就赶紧去，啊去遐等我。我现在给你做念，你不能集中我、啊、我也是感恩你，我爱你，但是我也更感恩你，你就要去才是爱我，你要这样讲，而不是说你赶紧去哦，不能集中我哦、啊、我当时就集中你，不叫做你人，你要叫我不要集中，你懂吗？你要哄他，要讲对，所以临终转语很重要，懂吗？懂不懂？她硬赶她的老公去，其实在反映她内心放不下她老公。你要知道，这不是真的放下，放下的人不是这种做法的，你懂吗？这就好像说，越骄傲的人其实越自卑，意思一样，它是一个反射。所以说，你这么一做，就是彼此放不下，才会越赶他。啊，当先生的临终的人脑子很直哦，他会认为你不爱我。难不成我这一生跟你的爱情都是假的？他想要再回来问个清楚，所以去到极乐世界门口，卜姐个跳得顿来，要甲问下清楚，我将要来去啦，啊都要拗住，在不啦？知不知道啦？要问，今嘛就登去问下清楚，唔通要拗心啊，才来问。啊，若问清楚啊，都唔通阁怀疑啊，人生嗨嗨啊！睁一眼闭一眼，不要说又到临终的时候说，老公有没有爱我？证明给我看！你不要再想这个事，临终不要再想这个事啊！真放下，懂吗？要问，现在回去问，懂吗？问了就好了，当真就不要执着，放下了，好不好？好。今天讲如何保证往生啊，就在讲这些事啊。没有讲到什么理论，但其实都是理论在里面，只是用实物来跟你讲，这样最管用，你会记一辈子。再最后再叮咛你们一遍，临终的时候要想娑婆一切恩爱情仇金钱得失名利，统统不及
极乐世界一粒沙，所以我要彻底的放下，求等待弥陀来接引，不急不徐，不敢不怀疑，懂不懂？懂，懂不懂？啊，以后呢，咱们极乐世界见啊！好，好，我们一起来回向啊，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于佛，智归于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理解大道，理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心；智归于法，智归于法；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深入。智慧如海，智慧如海；智归身，智归身；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心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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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